我想这应该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总统府有皇后表演的地方吧。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让台湾这么多个第一个成为的样子，像是婚姻平权，还有当上我们的台湾第一位女总统。然后也要谢谢你为这个国家的贡献，让我可以成长到今天这个样子，因为你帮助了我们。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有很多政治困难，也有很多生长在污泥当中的事情人们，那我们因为有你的榜样可以展现出我们的美貌，然后成长成美丽的样子，所以谢谢你这八年来的贡献，成为我们台湾的妈妈。向天越赛，我要再次谢谢尼菲亚，如同当初卢保罗给尼菲亚的启发 ，If you can't love yourself, how are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？ 我相信尼菲亚的成长历程也会带给许多台湾的年轻人勇气，能够无所畏惧，保留真心，做自己。